大家好，我是未来的 Sarah， 今天要来跟你们通知一件事情，就是跟 YouTube 的各位通知一件事情。我应该要看着那个镜头讲话，你们才有种视目交接的感觉，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会在虾皮上面办一个二手拍，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记得要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我的 Instagram 上面会一直 po 资讯，而我的虾皮的账号也会在那边公布。那我当然希望来参加我二手拍的人都是我的 IG 的追踪者，因为我有很多资讯都会在那边就是一一的 po 出。基本上呢，我们是在10月17号，就是下个星期四或者是这个星期四晚上11点开始上架我们的商品，所以记得一定要去追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好好享受今天的爱用品影片吧。今天爱用品影片东西很多很长，所以我们赶快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Sarah。嗨，今天的影片呢是要来拍我的近期爱用品，没有错，我有多久没拍近期爱用品了呢？很久，那就是因为很久的关系，今天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有用到很喜欢的东西，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来拍这支影片。但是我想说，既然都要来拍，我就一次把它们全部讲给你，我要让你看到很多。基本上这些呢，算是我近期喜欢的。那因为我之前我就是有看到吉米拍的另外一支，就是那种是此生最爱，就是 My Ryo Die 的那种。我今天这个不太算是那种 Ryo Die 的类型，就是算是我近期用到我觉得好用的。那 Ryo Die 的那个的话，我之后也想要拍一个，但是今天并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看 Ryo Die 的人记得就是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么今天的话，我并没有要把这些东西上在我的脸上，你有看到我的妆已经化完，那也是就是我用我今天爱用品化出来的妆。因为东西太多了，我就先是以带妆的状况，然后跟你们讲我有什么，然后稍微刷色在我手上，稍微跟你们讲解一下今天影片是走这样子的方向。但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直接进入影片的部分。今天影片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彩妆，但是也有一些跟彩妆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但是也算是有小关联嘛。那首先我就来讲一下，好，我就是爱用品之一，就是我现在身上的饰品类的东西。与其说他们的东西之外，就是我觉得重点是牌子，这个牌子我很喜欢，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都符合我的菜。我告诉你，我虽然化欧美妆，但是我的饰品并不是在那种非常浮夸型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脸我的妆已经这么浮夸了，我觉得我的就是饰品什么之类，我想要小清新一点，但是又不能到超级小清新，就是我这个对我来讲是刚刚好。这个呢是 Lazy Ann 他们这个牌子他们家的产品。那我最让我最感动的应该是他们戒指的部分，因为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手指头非常非常的粗，我身高有168-169公分，然后我是一个很高，然后骨架也很大，肉也很多的人，就是我整个身上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手指上肉也很多。那我的话基本上在外面从来没有一间店找得到我的戒指的 size，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戴戒指这件事情。然后自从遇到这个牌子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可以戴戒指，而且我戴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很漂亮。 OK， 我觉得他们家的戒指都超美，而且质感都真的超级无敌好。我很喜欢这一颗，这一颗不知道它叫做什么石头，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跟这个就是紫色，这颗也超美。我个人觉得真的可以去追踪老板娘，老板娘人超好。那他们产品的话就是行路什么之类的话，去追踪他的 Instagram， 然后他们常常会有办活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这样。那既然我都已经讲到就是非美妆类的东西，我就把一些跟美妆离得比较远的东西先讲完，真的不多。再来的话是这个呢是 L. Erickson 他们家的就是绑头发的发带，他们的发带非常的贵，这个一个好像就要900多块还是1000多块，然后就是贵。可是他们的就是绑发带啊，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送我一条，我用过一次之后我就爱上，就是我个人觉得值得，因为它一条可以抵你那种你如果去外面那样买一串好像什么是70块，然后就是一整串，然后有好多条，那个马上就断掉，这个从来没有断过。我的头发这么的硬，然后这么的厚，我绑了这么久都没有断掉，真的是超厉害。这是我朋友送我，他送我这个之后，他虽然就是旁边这个毛会有点脱，你可以看到那个有点小脱毛什么之类的，但是它基本上它本身这个硬度很厉害。我去美国一整个月，头发绑了放下来，绑了放下来，绑了放下来，因为我在美国已经完全不在意自己长什么样子，就是我想绑就绑，我想放就放，就是一直拉扯它，它到现在还是一个超级无敌坚固，我真的觉得
就是它贵让我觉得贵的实在，那当然可以再便宜一点当然更好，但是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真的觉得很好用。接下来就来进入我们美妆的部分。美妆的部分的话，我先来把保养的部分介绍完。保养的话当然有我那个合作的小黑瓶，这个是兰蔻的小黑瓶，然后它还有这个眼霜的部分。那眼霜我自己最喜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颗珠珠，然后上在眼睛下面超级无敌凉，超级舒服。然后我只能说啊，我对真的像我的影片里面也是直接讲，我对保养品真的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它涂上去以后我的脸的感受，我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办法像有些人说啊里面有这个成分，里面有那个成分，所以我的皮肤怎样怎样怎样什么，没有，我就是上完以后我觉得皮肤看起来很好，就是好东西，就是这样。基本上小黑瓶我那时候那阵子每天上都觉得皮肤变得超好，不开玩笑。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很建议大家，如果有在看小黑瓶的东西，如果有去机场啊，或者是有周年庆，我不知道周年庆什么时候，上一次是在报告周年庆的活动，所以现在周年庆应该已经过了，但是如果你去机场啊，或者是你平常就是有那个预算，小黑瓶是真的可以买，不开玩笑。来旁边去保养的话，还有一罐，我个人觉得这两个，我都一样，都是睡前啊，或者早上起来会涂在脸上，但睡前涂起来的效果更好。然后这一瓶我觉得比小黑瓶还要更厉害。小黑瓶以后我用了好一阵子，我也很喜欢，但这一瓶是我自己也觉得超厉害，也就是这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这一支新的小棕瓶，它是比较瘦长的小棕瓶，它就是什么 Advanced Night Repair Intense Reset Concentrate，就是一个非常强，它就是比小棕瓶还要再更强力的，就是我觉得小棕瓶用起来就是 OK， 但是有一些人会说无感，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这瓶超赞，所以你们可以去拿试用包什么之类的。这一瓶我自己很喜欢，是因为我其实前一阵子皮肤状况没有很好，记得我的三一娜，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叫她三一娜，因为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你把名字念错，这样不好哦，但是我完全知道他念 Mina， 但是当我在跟我的朋友说，哎、欸，你有用过 Mina 的东西，他们就说 Mina 是谁，所以我就会说三一娜，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三一娜 ，OK， 所以我并不是念错，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念 Mina，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念三一娜，但是只是为了大家讲出来以后，大家脑子里面会有画面是三一娜，我才会就是讲三一娜，不然我知道他是 Mina， 只是那个三还要倒过来 ，OK， 好的，那。我刚为什么讲到那边去，就是我之前拍那个 Mina 的那个影片，我带妆24小时后对我的皮肤真的有一点点伤害到，皮肤就变得不是到很好，所以那阵子开始会有一点点干皮什么之类，我就是那阵子擦个两三天皮肤就好了，就整个就是很补水，擦完它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补水的那种效果，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它真的擦上去以后你马上就会感受到皮肤变得很好很蓬勃，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接下来的话我来讲一下这个好了，这个是林三益他们家的面膜，这叫什么面膜刮棒啊，面膜刷。我一开始就是用了 ELF 的这个以后，我觉得很难用，我就想说面膜刷都是骗人，但是这个就是林三益的这面膜刷设计的这个形状真的很好，然后前面也比较再软一点点，所以我现在上面膜都非常非常的轻松，因为我之前也用这个上过面膜就觉得怎么上都有点怪怪，但这一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小小支的，很方便携带，所以你出门啊如果要出去过夜什么之类的用这个敷面膜很赞，这个就是还好。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类似护肤产品，这个是护唇膏，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你有在看我影片的话你应该知道兰芝它的这个就是晚安唇膜是我自己最爱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但是自从我最近收到了这个方科他们家的这个护唇的，这叫做啥 The Lip Treatment， 原来这么早有垃圾车哦， Fanco 他们家的就是 Lip Treatment， 就是他们家的类似像是也是唇膜保养类的，但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啊，它就这样挤出来，然后就这样一坨白白的，大家看得到。我一开始把它挤出来用的时候，我对它没有任何的抱任何期望，因为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很没有到很保湿的，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那种护唇膏的那种效果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上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哦，这个效果感觉应该是很不太可能会比兰芝的那个还要好，但是我发现它是真的比较好用，是我兰芝的上上去之后就是有一坨很保湿的东西在嘴巴上，然后过一阵子它会真的慢慢的消失，然后我的嘴巴又开始干，这个的话你上上去
它一样也是有那个保湿的效果，然后过一阵子以后，它那个保湿那个亮亮的那一面也会消失。可是那亮亮那一面消失之后，我的嘴唇明显的感受得到干皮不容易再冒出来，就是整个就是很保湿，就是效果非常非常好。像我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用，这个是会回购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很推这个。它虽然长得没有到很可爱，就是长得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就是不显眼，但是它真的很好用。接下来要进入彩妆了，彩妆真的很多，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的顺序，就是我们上妆顺序。第一个呢，这个是 Mina 他们家的 Revitalizing Primer， 也就是那种保湿型的妆前。我最近都是用这个妆前，我告诉你，我现在想起来我之前的爱用品的影片一定是有讲到 MAC 这一罐，我个人觉得它这一罐跟 MAC 这一罐超像，然后它这罐比较便宜。MAC 那罐我超爱，因为它超保湿，我不管上什么底妆在它上面都会非常的服帖。这一罐给我一个一样 MAC 的感觉，然后它比较便宜，所以我个人很推大家，如果接下来秋冬天的话，妆前乳用这个非常的 OK， 就是像这样子的质地，然后把它抹开之后，哦，就是非常非常的保湿的感觉。所以而且吸收的超快，虽然它的味道还蛮重的，如果你会怕那个一个有点像香氛味的东西，你可能要去柜上闻闻看，看那个味道会不会让你头晕。我可以想象得到，有一些对味道真的很敏感的人，一闻这个头就会很晕。我可以感受到，因为我其实对味道也算蛮敏感，没有到超级无敌敏感，就是所以说我用这罐还是 OK 的状态。但是总觉得如果我今天头已经晕了，再用这个我可能会吐出来的那种感觉，你懂吗？但是它本身真的很好用，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要放那么多香氛在里面呢？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讲粉底液的部分。粉底液的部分，噠噠，这是我们 Mina 的那罐24小时的粉底液。我那次会敢让就是拍实测拍24小时，就是因为我知道它真的很好用。我今天也是上它，我今天整个，当然我有混今天其他的爱用品，但是它就是上起来整个皮肤的细致度很好。然后虽然像我说的，我的话使用它的话，我前面一定要搭配我刚刚的这个妆前乳，一定要保湿型一点，因为如果你皮肤是比较干的人的话，我第一次什么都没有上，我就直接上这个，就有种好干，我就有吓到。但是如果有搭配保湿型的妆前乳的话，上这个美，就是美，皮肤肤质看起来就超美，大家可以去柜上试试看，然后就可以带妆 一整天看看。那这个的话是我合作过的产品，所以跟你说一下。接下来的话，我们有我们的气垫粉饼的部分。气垫粉饼的部分呢，我想要先来讲这个植村秀的无极限气垫粉饼，应该是这样念。我告诉你，我最近几乎快要每天都使用它，我自己都有点吓到，因为我对于我们植村秀无极限的那罐小小罐的，就是这一罐植村秀这一罐，不是我的天才，就是我上完以后我会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就是我总觉得它还是给我一个很干的感觉，就是我一开始上的时候很干，它后面会越来越服帖，但是妆感就是不是我特喜欢的。我最近上这个每天妆感都看起来超好，超漂亮。它的话这个的话应该是很明显的比它粉底的部分还要再保湿蛮多的，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加上它的包装超级无敌可爱，就是一个我的菜，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方方正正黑黑的东西。我的颜色色号是664 medium light shell， 跟大家参考一下。那接下来有一个算是 honorable mention， 我最近拿到然后才开始稍微有使用的，这个是 NARS 的，我记得它就叫小方盒，无敌小方盒。那这个的话我会推荐给混合油肌的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是混合偏油会比较容易出油的人，我觉得你会很喜欢这款，因为这两款我用起来我都很喜欢，但是这款会再保湿一点，这款会再雾面一点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比较偏油肌的人，你会比较喜欢这个。我想说既然要的话，就是两个都讲给大家听，这样才有选择嘛。就是听蛮多就是混油肌的人都很喜欢好用，那我自己用起来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当然没有我的植村秀这个喜欢，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就是质感也不错。那 NARS 的话，我这个月真的很喜欢的是他们家的遮瑕膏。这个的话，这个遮瑕膏已经红很久了，大家都应该基本上都知道，真的很好用。那么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真的使用到，是真的真的很好用。那我先说一下我 NARS 的这个颜色是，放在荧幕上，因为不会念，跟我的这个遮瑕的色号是 Light 2.6。这个真的很好用，遮瑕度很好。然后之前 Tati 就说什么 Maybelline 的 Fit Me 跟这个质感一样，我就有种
哇，这个明明就比 Fit Me 的遮瑕度还要再更好。 Fit Me 的遮瑕度也不错，但是这个遮瑕度再更好，所以这个遮瑕膏也非常非常的好用。它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厚重，偏厚重一点点的质感。如果你是那种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想遮掉的话，这个我觉得你一定会很喜欢。有没有？就是遮瑕度很好，然后非常好推匀。遮瑕膏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呢是 Morphe 的，就是反正就是他们的遮瑕膏，我非常的恨。我买了两支，一支比较浅，然后比较符合我的颜色，一支比较深一点点。我想说有时候可以混色，而且当初我在美国比较黑一点点，但是浅色不见了， 我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个真的超好用。 Morphe 的遮瑕膏超好用，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这么好用，没有开玩笑。我那时候去美国还买了很多那个时候大家很红的，像是这个什么 Infallible， 这个大家一直跟我说哦，是它 Cheap Tape 的 dupe。 告诉你这一瓶好用多了，这个不好用。我觉得它很干啊，如果你是混油肌的人可以考虑，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在我脸上很容易干干的，不推不开。这个超级好推， Morphe 这支超棒。然后我想到我浅色被我弄丢，我就真的有点生气。我知道如果你们还有人在看 Jaclyn Hill 的话，因为我那时候看 Jaclyn Hill 的影片， Jaclyn Hill 就是跟 Morphe 的那个感情很好嘛，因为他有在那边有出眼影盘，所以他一直都在讲 Morphe 的好话，所以有很多人都已经受够他了。但是我得说啦，他目前 Jaclyn Hill 说的好 Morphe 好用的东西，我有用过的真的都很好用。然后他一直在推这个，然后大家就一直说什么哦，只是因为你跟 Morphe 很好你才说好用。哎，这真的超好用。哎，然后在虾皮上都没有人在卖，因为我都是在虾皮上面找代购。如果你是做代购的，或者是你有朋友在做代购，或者是 anyone， 就是拜托请开始，就是请开始开团购这个，这真的超好用，我真的不骗。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跟 Shape Tape 我个人觉得有得比，我个人觉得 OK personal opinion， 但是如果有人开这个代购的话，拜托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很重要，我真的很希望有。我真的，你如果开了，我一定跟你买，我一定买，但不要，请不要给我三倍价 ，OK？ 总之超好用 ，OK？ 我超推，推到不行，真的不开玩笑，超推。今天的话，我要来介绍的是一个粉饼，那也是算是我最近才就是爱上的，这个是 MAC 的 Studio Perfect SPF 15的 Foundation， 就是粉饼，对，粉饼。这个的话我的色号是，我记得是 NC15。 这个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是 Make Up Forever 他们家的就是粉饼，全世界都说很好用，然后我也买了，我也知道它真的是不好用。那由于它实在是火红到一个不合理的境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根本不用讲它，虽然我还是把它拿出来讲，但是就想要跟大家讲一下，那块很好用对不对？这一块也超好用，就跟它一样遮瑕度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填补毛孔的那个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大家也是可以考虑一下。我稍微画一点点在手上给你们看它的遮瑕度，你看有没有？这一块就是超级雾面，然后就是整个质感就看起来超好。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这一块那个 Make Up Forever 这一块有用腻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MAC 这一块，我觉得我自己很觉得很喜欢。眉毛的话，我最近使用的都是植村秀的这个武士刀眉笔，那我的颜色叫做 Hard Night， 就是很硬的9号。但他们的眉笔的确是很硬，但是我反而很喜欢，因为如果真的爆炸软的话，有时候会有点太软，然后你就会画得太显色。那我自己喜欢植村秀这种，就是因为它这样子你可以很放心的画，就这样，像我这样随便涂，我都不怕画太多，就是噗噗噗噗这样。如果是那种比较显色的话，你会比较需要小心一点，但显色那种也会比较快，这个画起来会比较慢一点点。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植村秀武士刀眉笔，就是一开始大家在那边说啊好好用哦，然后我看到就是一支这样长得有点像素描铅笔，以前我要买一支大概几十块就有了，然后要卖多少800-900的价钱，我就觉得不合理，我不开心。但是真的用了以后就发现这个用完我还会再买一支。眼影盘的话，我告诉你，我原本会想说，我原本其实在前一阵子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因为眼影盘这个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很少能坐下来好好用一盘超过两次。但是最近呢，这盘真的让我用了超多次，我大概画了6次左右。我告诉你，一盘眼影如果可以让我画到6次以上，
就表示我真的很喜欢，因为现在我现在做的是这一行嘛，就是所谓的 YouTuber，就是所谓的美妆 YouTuber。 对，但是如果我是做这行，除了拿了很多公关品，我自己要很多买很多新的品项，然后一直想要试用，然后跟你们分享，基本上我会比较不想要浪费时间去就是 dwell， 就是一直重复在使用同一盘，除非我真的超爱。那这盘呢是我真的用了很多次，是 Kathleen Lai 的 So Jaded。我最近也是吓到我自己，居然用了那么多次。我今天的眼妆也是用它画的，因为用它画我一直觉得很顺利，我画什么都觉得很顺利，你知道吗？我就是看感觉，然后里面什么颜色我就是都有，基本上我想得到我需要的颜色里面都有。我一开始还想说好像没有深咖啡色，但是很长我后面会是个混色，都是用这个深蓝色跟其他颜色混出来，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深色，所以我个人觉得 Colourpop 这个真的是超美。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Colourpop 我的那个 review 的影片的话，请去上一支还是上上支影片看它，我真的所有的刷色都有出来，然后我也跟你们很详细的说他们每一个颜色的质地啊，然后跟我对他们的想法，所以真的可以去看看。如果我这支影片还没有办法说服你这个眼影盘好用的话，记得去看我上一支影片，但真的超棒。除了我爱看 Steven Universe 以外，就是跟卡通有关，不要理我，就是这一盘真的不错。今天的话其实要来讲就是刷具有一组，这个呢是瘦瘦狼他们家的小布丁刷具。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原本还想说我完全不会喜欢，因为我当初会跟他们要这一组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奇怪，就是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就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喜欢它，但是我发现我超级无敌爱。我先把我真的一直有在用的这几支拿出来，这个好，这几支呢就是他们这一组都很好用，但这几支我自己超爱。这两支呢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不同在哪里，但是我两支都拿来当腮红刷，我还想他们是不是给了我重复的刷具，但是好像没有到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就是是真的还蛮像的，好用。我都是这样子去把那个腮红叠出来，然后我觉得腮红都可以上在非常精准的位置上，然后不然就是如果今天腮红上太多，我再拿另外一支，然后就是去沾我们刚刚的粉饼，然后去把它就是稍微调颜色调回来一点点，我个人觉得很喜欢。对，这两支很赞。然后这个是晕染刷，我就是常常会拿来晕染，就是那种鼻子这边啊，然后或者是眼睛上面也有。其他这几支我倒是比较没有用到，其他这几支我的 Apple Pen 也在里面。然后接下来呢，我超爱就是这两支，这一支就是我最近每天使用的，就是修容刷。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子斜切面，然后这个角这个地方很服帖我的脸型，这样子去上出来的修容都超级无敌完美，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 OK。这样有没有，它这个面是这样贴着我的脸，然后这样子去刷开，然后它的毛又非常的松非常的软，瘦瘦狼的刷子都超软。有人用过瘦瘦狼的刷子会刺的吗？我会很惊讶，因为我目前摸它的刷子都是软到我觉得就是怀疑人生的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是这一支，我最近每天基本上如果要上我们的蜜粉的部分我都是用它。它有一种可以扫地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脸上有什么东西我想扫掉，我就是用这样子一个大范围去扫，然后沾就这样沾蜜粉，然后就这样一个大范围可以这样贴上来，然后直接这样子刷开。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蜜粉刷是这样圆的，所以你有时候上去的话它是有一个小块的面先碰到，然后再这样把它梳开。我个人觉得这样大块的面碰到之后再把它梳开，整个蜜粉会上得很均匀，我自己的感觉啊，所以我说不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个人觉得给我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是我就是这个月都在使用的刷具。接下来我们来讲眼线的部分。我如果就是真的要画眼线的时候，我使用的都是这两支。真的话，一支是 Kiss Me， 我完全不知道名字，它上面长得这么花俏，你告诉我名字是什么？然后这个好像是之前过年限定，所以是红色。但是我记得他们就是眼线笔有，就是只是把这个改成红色。我相信它的常态还是有这一支 Kiss Me， 这支超级无敌好用，我跟你说 ，Oh my god。超级无敌顺，然后出水量刚刚好。你们如果一直都有看我影片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之前很喜欢 NYX 的 Epic Ink Liner， 就是他们的极致摸黑眼线笔，那个之前是 Ride or Die， 就是我没有那支眼线笔我会死，但是发现它的那个在品管没有到很好，因为我买了下一支之后它那个出水量超级爆多，就是它那个水会就是
喷出来，然后就是会上超级超级超级多，所以我不能接受。我喜欢的这种出水量刚刚好，很重要，因为我的眼头前面的地方是非常需要出水量非常刚好的眼线才画得出来的。那接下来呢，这个是莱雅的 Oreo Paris 他们家的就是眼线笔，它这边还有附一个小小片，我之前新品的影片也有使用过这个，真的超级好用。然后一样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也是出水量非常非常刚好。然后这支超级黑，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支比 Kiss Me 那支还要再更黑一点。但是当我如果想要画很细的线，我就会拿 Kiss Me， 因为 Kiss Me 比较没有到那么黑，有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去修补。然后这支的话，就是我如果确定就是今天要一个很粗的眼线的话，我就会使用它。那眼睛的部分还有这个，这个是 Maybelline 的眼线笔，眼线笔就是这种，打就是这样子的，不是眼线笔，是眼线笔。它的话就是我拿来画我们这个眼睛上面这个地方，真的超好用。因为我自己原本都是用 Marc Jacobs 的， Marc Jacobs 超贵，然后我个人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超好用。这个的话非常非常的深，然后非常的滑顺，然后上在眼睛上也是一样滑顺，因为有时候在手上滑顺，在眼睛里面不一定滑顺。它就是超级无敌黑，等到它干掉之后也是完全不会掉。这是我的 Marc Jacobs 的这个眼线笔，它画起来就是比较干一点。好啊，它现在看起来，其实我手上看起来 Marc Jacobs 这个好像比较黑一点，但是它就是没有到超级无敌的顺，它就是会有点干，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点点这样裂开的感觉。但重点是它是很好用没有错，就是没有到不好用，但是它就是贵，它真的很贵。我个人觉得它这个价钱跟 Maybelline 这个绝对是用力的回购 Maybelline。 有一个单色眼影我差点忘记，这个呢是 VNK 他们家的单色眼影，我个人觉得它超美，它是我今天眼皮上的那个颜色。如果你可以看到最亮的就是这个单色眼影，我很喜欢把它外加在就是眼皮上，它长这个样子，超级无敌霹雳美。我告诉你，美的话是要等到你看到在我手上，它是美到就是很闪的那种。来，哦，我每次画它都会被它吓到，它是真的真心闪，欸，就是闪到一个不行。但它里面其实是有亮片，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如果你就是不要小心，在卸妆的时候不要让它掉到眼睛里面，不然会其实挺痛的。但是这个闪度，这颗的颜色是301玫瑰星河，超级漂亮。修容的部分呢，最近超级爱这个 ELF 的修容，这个是他们的 Primer Infused Bronzer， 那这个是 Forever Sun Kiss， 这个颜色超美。我告诉你，它是对我来讲非常非常自然，颜色就是刚刚好，不会太深，不会太黄，也不会太灰的那种，适合就是真的所谓的 bronzer。 因为有一个叫 contour， 一个叫 bronzer 嘛，我今天有一个 contour， 有一个 bronzer。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今天 bronzer 的部分，它超好晕染，它的粉质超级无敌细，就是我真的觉得 ELF 也是一个很神秘的牌子。因为当一个牌子它可以很便宜然后做出超赞的产品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看看起来超级无敌超级无敌美，我在用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在用专柜等级的东西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接下来也是修容，那是 contour， 就是比较灰色调。这个是 Milani 他们家的 Zinc Powder， 这是02号 Sun Kiss， 上一个是Forever Sun Kissed， 但这个我个人觉得没有 Sun Kissed 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颜色很灰色调。如果今天只单用它，然后上太大范围的话，我会看起来有点像是烧焦的感觉。我个人今天的话，就是把它使用在我们这种凹进去的那种地方，我整个看起来会比较有阴影的感觉。如果我今天没有上它，只上我刚刚那个的话，只会有真的是 Sun Kissed 的感觉，就是有种晒太阳的感觉。这个的话会让你有凹进去，然后变瘦的感觉。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色，所以在使用上要小心一点。然后你看它，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我个人是觉得它真的很明显的有一个灰色调在里面，不适合拿来当 bronzer， 所以不建议拿它来就是做大范围的那种就是 bronzing 的那种感觉。然后修完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要讲一下，这是 Kate 的单色眼影的037号，我最近都拿它来修我的鼻影，我觉得我今天鼻影还算
没有太夸张吧，我都修很快，所以我的鼻影都没有修到很漂亮，但这个拿来修鼻影超级完美。这个呢是吉米之前跟 Kate 合作的时候有使用到，他也是拿这个来修容，然后他还有另外其他颜色拿来当打亮，拿来当腮红，拿来当 bronzer。 我自己就是看了他的影片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些眼影可以这样用，然后我就是挑了这颗，这拿来当就是鼻影修容真的是超完美，而且这一颗才我记得是99块，然后如果你打折去买又更便宜，所以我个人很推荐。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小盒子，我觉得很棒，就是说你可以真的带出去，不用放在你的眼盘里面。我个人觉得这个拿来当鼻影修容，就是直接请去买起来。这个颜色是037号，买。然后接下来的话，腮红的部分我有两个。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偏粉色，一个是偏珊瑚色。第一个就是 Mina 他们家的腮红， Mina 家的腮红都超级无敌优秀，大家应该知道啦，它不只是颜色很漂亮之外，它整个腮红的质感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 smooth， 然后非常的显色度刚刚好。你知道有时候如果你跟我说腮红很显色，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个的话是103号，超级无敌美。我今天脸上就是使用它，而且我使用起来就是可以放心，不用担心一下就是上太多，因为它的像我说的，它的显色度非常的刚好。然后上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它的抓粉量不会，它不会说粉松到会全部卡到你的刷子上面，稍微轻轻的敲，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拍上去。有没有它的颜色不会卡色，就是很 airbrush 的过去。我觉得 Mina 他们家的腮红，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购入，不开玩笑。我真的觉得你如果在 Mina 看到你喜欢的腮红的颜色，就可以直接买。我真的觉得可以。然后他们也不会到超级无敌贵，以专柜的价钱来说，我记得它是500多块，可以。那接下来的话，我很喜欢这个是 Rimmel 他们家的这个珊瑚色，这个颜色在我脸上就是看起来超级无敌健康。它这颜色你看一看就觉得超美。我有使用，我告诉你，它就是有使用，你也看不出来它有使用的那种感觉。它们粉压的非常非常的紧，然后它也是一样，显色度是我觉得刚刚好，不会太夸张的那种，就是腮红，有没有？看起来有点卡色，像我说的，我的手上也一直有就是卸妆，所以会有点湿湿的。但这个颜色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百搭的那种颜色，因为它就是有点珊瑚带粉色的颜色，我自己也很喜欢。Rimmel 他们家的腮红也是非常的优秀，然后又比 Mina 再更便宜，所以也是可以去屈臣氏参考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话讲到打亮，我们今天的影片真的会很长。好，第一个的话我们要讲的是我最近真的超级无敌常用，我上一次影片也有出现的 Flower Beauty 他们家的 Shimmer and Strobe Highlighting Palette。这个它的包装长得非常的 boring， 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是看它的包装，我就觉得我才不要买那个，因为我这是一个包装控。但是他们的里面 ，shit， 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闪度？然后它上皮肤的那个服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它上去之后，就是整个会非常，就是怎么讲？有时候你皮肤如果上面已经有上粉，然后你要上有一些打亮，他们就粘不上去。这个粘得上去，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美美到爆炸。这个呢是 Coty Air Spun 他们家的打亮 Coty Air Spun 2打亮，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Coty Air Spun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们家就是有出这个蜜粉，他们的蜜粉超好用，结果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出打亮。对，没有错，因为比较小颗一点，超可爱。重点是这个打亮是会看到会瞎掉的那种，它真的是超亮，它是松粉型的，所以就是要小心。这个，有看到吗？这个光泽，而且过来这边是透明的，转过来就亮，过来这边透明的，转过来就亮，超级闪。我今天有用它，但是我上面有叠了一些粉之类，因为我就是为了让它不要整个爆炸亮，不然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让它亮起来吧。好美，它的粉质又很细，它这个到处飞，我真的是有点不爽哦。我跟你讲，代购没有，而且网络上连欧美那边的 YouTuber 都没什么人在讲。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可惜。你有看那光泽吗？不是只有我吧？就是 ，Did you see that？ 好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脸上的产品完成，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大堆口红。这些口红呢真的是有点多到有点傻眼的那种。好，如果你们看得出来的话，我最近对这种
让嘴巴看起来很 juicy 的口红，非常有兴趣。就是对于雾面的唇膏，我还是很喜欢，但是最近特喜欢这种亮亮亮、油油亮亮的感觉。这支是 ELF 的，这是 ELF 他们家的 Plumping Lip Gloss， 觉得有点 tongue twist。看起来有没有超 juicy？ 这个的话擦起来就是会有凉凉的感觉，然后这个颜色超美，这个颜色应该叫做 Mocha Twist。我直接先上在手上给你们看，你看这个血色超美，这个跟我之前超常用的 Mina 的唇蜜有异曲同工之妙。Mina 那个唇蜜，如果我应该有讲过，但是这是 Mina 它的114号，114号这个唇蜜真的超美，这个我也是有一阵子用到爆。但它的颜色比这个还要再深一点点，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用太多，很容易就是看起来有擦唇蜜，除非你点一点，然后用手把它推开。接下来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类似的，这个有很多都是我在美国买的。接下来这个呢是 Hard Candy 他们家的，也是唇蜜，他们应该就也是 Volumizing Lip Gloss， 就差不多就是把嘴巴放大的意思。这个颜色呢是1379，它一样也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健康的颜色，那种平常出门的时候适合擦，就是让嘴巴看起来有气色的那种颜色，是这个颜色，有没有超美？然后它擦起来也会有一点凉凉的，颜色也超级无敌漂亮。我告诉你，今天会有很多鬼打墙的颜色，但有没有上面哦？上面比较粉一点点，它下面好像是在比较偏橘一点点，或者是偏棕一点点的颜色，我个人觉得都超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讲这个，这个是我最近爱到不行，我超爱的 Pat McGrath 唇蜜，这支超级美。先不用说它的包装已经美死我，这支呢是他们家的 Flash 6号，超级漂亮。它的话比较没有像其他这两个这么的透明，它的颜色再饱和一点，可是又也是有点透明感，就是你上到嘴巴上你可以去看试色，哦，那试色把它试得超美，上在嘴巴上真的确实就是这么样的美。我告诉你不行，所以我要卸妆给你们看一次，因为它太美了。我看到就是一个玻璃耶。如果你对 Pat McGrath 的唇彩有兴趣，他们 Pat McGrath 的一系列的彩妆都超级无敌好用。然后这个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贵的，我记得我在 S 上面买，那个 Selfridge 上面买这一支应该是800多块。我个人觉得以它眼影盘那种贵到就是天价型的，我觉得它这个已经算是正常专柜价，有一些专柜价那个唇蜜也是一支要1000多块。喂，恭喜我两单，乱想所有泥不一样，高米就外面那一层更硬。哦，所以我如果煮一般的米，所以不用这样吧？对啊对啊对啊，你高米就是一定要泡一阵子，至少。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这个是 MAC 他们家最近出的什么色釉，什么翘唇，什么唇釉的，名字都放在下面。这个色号是 Hit Me Up， 这个颜色超级漂亮，它擦起来是真的有一种你自己本身的唇色，然后你把它稍微晕开抹开一点点也是超美。它其实还有另外一支啊，既然都要讲了就一起吧，反正都已经那么长了。这个是他们家的 Let's Go Streaking， 就是一样的，他们的一样的系列，然后这个是比较偏橘一点的颜色，这颜色就偏红一点点，所以它比较会有那种上妆的那种感觉。但他们都超美，然后如果你点一点点把它抹开都超级无敌漂亮。我那时候一上去我就是真的爱上，是因为它真的有保湿的感觉，就是我一嘴巴一上去我总觉得嘴巴并没有那种需要擦护唇膏的感觉，你懂吗？我觉得很赞。那接下来的话我要来讲一支这个，这是让人非常伤心，但是我又觉得我不讲不行的一支唇膏。这支唇膏现在好像应该已经没有在卖了，如果你还找得到的话，拜托请在下面连接贴给我。这一支呢是 Kiss Me 他们家的唇膏，之前出的限量款的，这个颜色呢是03号，美到
直接封掉，然后它非常的保湿，然后擦到手上整个就是擦到嘴巴上整个就是让你的整个人看起来超级无敌有气色。我每次出去没有化妆，我就是上一下这个，我就觉得整个人气色看起来很好，整个就是变美丽。打开的方式也是蛮有趣的，我认真每天都用它，我不开玩笑，我告诉你，我把它放在包包里面每天都使用。当然我在家里的话，我有那么多化妆品摆在我面前我都不会用，但是我出门一定要带它。如果我忘了带它，我会整个紧张，因为它就是护唇膏加上一个润色的效果，超级漂亮。我告诉你，拜托我，如果我们可以就是去写信给 Kiss Me， 跟他说请他再把这支出出来，然后变成常态，他也可以赚钱，我们也可以快乐。 OK， 这一支真的是超级无敌漂亮啊，不过它其他颜色真的很丑，我很 sorry， 这就是明明想要有求于人，然后讲话还要很鸡掰。他们其他颜色真的是亮到我觉得是死亡芭比粉耶，它是这样子的质地，然后死亡芭比粉，你可以想象吗？这边的话呢，我现在来介绍的是这个是阿咪咪他们家的，这个名字放在下面，我忘了他们叫做什么，我爱心机什么鬼东西的。那他们的话就是这种很美的雾面色，然后我重点是我很喜欢他们的质地，就是让会让你的嘴巴看起来真的是超级雾面。最近 Pony Effect 出的这个那个我也觉得很喜欢，但是那个我还没有常用，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真的喜欢。但是这两个颜色超级美，一个是02号，一个是03号。我个人觉得02号应该更多人会喜欢，就是很像平常可以擦的颜色。然后他们的话都是可以用手指这样子把他们晕开，然后颜色可以变得很自然的这种颜色，我个人觉得他们这个系列真的很棒。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小钢笔新色的部分，这个129号从我一开始拿到现在，我真的是超爱，我那时候一涂就觉得命中注定。然后当然很喜欢小钢笔本身这个系列，我都非常喜欢。那这个颜色就是我这个月很常擦的颜色，这个是小钢笔129号，我刚刚说过就是一个这样子超美的颜色。小钢笔并不会到太干，也不会到太润，然后也会有一点雾面的效果。小钢笔这个系列我个人非常推荐，他们的质地什么东西都很好，所以如果你有在小钢笔系列里面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颜色，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带一支回去试试看。我觉得很适合你平常要出门不喜欢嘴巴上有擦东西的那种感觉。好的，那基本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然后不要忘了，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一定要给我一个赞，然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之后我会再拍更多的影片。对，然后想要看什么影片的人也请在下面帮我留言一下，如果你想要看说像我的那个饰品的收藏啦，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收藏之类都可以。那么在离开前要去订阅我的 Instagram， 我 Instagram 上面也是会 po 一些拉里拉扎，基本上是妆容，然后跟一些废话。如果喜欢这种爱用品的人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然后我才知道我应该要多 po 一点。那今天影片其实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